一粒一条，毛两粒一条。嘿。人是咪来买迄阵拢甲你讲，一个甲你讲买两条到一支。买一组。一组。嘿。一组。一组。嘿。一组是安那？有一粒一条，毛两粒一条。嘿。当初怎么会想到说肉圆里面放香肠？因为以前那个村庄里面都是工厂啊。那工厂的话，爷爷就觉得说这样子的话，客人不会觉得说太油腻，这样刚好。嘿，需要加酱，不多，这是香菜。那有没有客人说这个看起来蛮有意思的？对啊，大家都觉得哇，好有创意哦。